那你们家要好几个人？对呀、啊，在上面。年纪啊，好大。那是去年的口罩吧？对吧？对啊，同期的啊，一起用。
等于说这奴性从小开始培养的。对，他不会是10点是几个？像我3点就下班下课，1-2点就下课，就上了3个小时。开心，快乐成长。你做什么行业啊？其实我是，就如果很奴的话，应该。Thank you.
跟大人在一起，然后跟小孩，然后就会改变他的那个对象，然后内部的，然后就是可以加上他的对象。翻译要顺，然后就是说，你这个男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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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
真的。这边啊，这边下面，你要来这里。非常紧密。